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所有的文明都留下了一些东西。这部电影主要是针对东亚哲学和宗教传统的领导人，但实际上它是针对所有使用大脑思考的人们的。电影讲述了这些宗教符号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物理过程。使用波干扰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重新创建这些古老的神圣符号，例如万字、阴阳符号，而鲜为人知的是蜘蛛效应。12000年前，它会变成这样。出什么事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来没有人能做到。放下一切，我们走吧。一个巨大的小行星看起来好像无章可循，好像有人从另一个维度传送了它。小行星略微接触地球，但这足以大大改变其旋转速度。随着海啸重塑土地，地球在颤抖，火山复活，水和火山灰混合计划使太阳黯然失色数月之久，城市也因此全部毁灭。他们熟悉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人们没有恐慌，因为大多数人当场死亡，其余的人在混乱中徘徊，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星球控制中心的破烂不堪的住所处闪烁着应急灯，中心负责人受重伤，其余研究人员围着他，他们试图提供帮助，但指挥官意识到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而他的文明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并认真听他讲。很少有人能活下来，知识的基地也会被遗忘，历史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要把这些知识保存在符号和标志中，给他们神圣的意义，将他们吸引到各处，并让人们知道，让人们相信，说服他们，这是向未来发送有关知识信息的唯一方法，别无他法。从破坏程度来看，不可能恢复以前的世界，但是千年将过去，文明将重生，人们会来揭示这些符号的本质，并赋予他们物理意义。他们将教会人们那些我们知道并且能够做到的事情。是的，我们无法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创造世界，也许他们会成功。12000年过去，人们已经忘记标志和符号的起源和含义。他们找到了这些符号，并将它们赋予了据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命所赋予的神圣性。是的，来自另一个世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前辈的来信几乎完整无缺。这些符号仍然保留在美洲印第安人和东印第安人神话中。这些符号一直存在到我们时代，并具有哲学和宗教意义。除了科学家，还有很多人相信神圣的象征没有科学依据，但都是基于原始的哲学幻想和宗教狂热。在类似的情况下，有最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传统的代表，例如道教、印度教、儒教和佛教，他们宣称神圣的象征代表着更高的灵魂及最终的自我。但是他们没有关于符号物理内容的答案，也就是说，这些符号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结果是什么？也许没有任何答案，因为人们没有经常问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提出了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清楚地表明，神圣的符号是独特而自然的现象，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基本波干扰过程而产生的。这是真的，让我们来弄清楚。
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在波动，除了震动的源头，波动和传播源扰动的介质。波发散并相交，波幅相加并产生令人称奇的美丽图像，称为干涉图样。在这些模式中，有最大和最小的波能以及振幅为零的线。在自然界中，将两块相同的石头扔入水中，可以看到此图像。为了研究波现象，创建了一个特殊的软件程序，该程序是一个基于欧几里得几何的工具。我们将使用该程序来演示导致简单和独特复杂的能量形成的过程。来自两个来源的干扰，两个波源之间的最小干扰条件是介质和至少两个振荡器。如果振荡器同向，则干扰模式将如下所示。如果这些振荡器相互靠近，则干扰模式将改变。但是，如果振荡器之间存在频率差异，会发生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类似于蜘蛛的干涉图案，这称为蜘蛛效应。该图像还类似于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的特里姆蒂效应。该符号在过去的图中已丢失，但三相神效果的价值是巨大的。它指向参数，控制该参数可以创建平衡或破坏性。对这一事实的分析使得有可能制造出首个用于太空旅行的非火箭装置和和不同类型的第二能量源。但这是一个单独且巨大主题。随着来源数量的增加，干扰的模式变得更加复杂。信号源可以随机放置或以特定顺序放置，例如围成一圈。考虑12个源以相同频率振动的标准情况，并观察波场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发生。我们看到和谐与秩序。如果更改原系统的直径，则可能会出现辐射波散失其能量的情况。但这不是真的。能量无处可去，但从显示状态转移到未显示状态。这表明系统实际上没有辐射的能力。请注意，非清单状态与清单状态一样真实。该程序允许您将各个参数分配给不同的源。让我们利用这一点，在源之间的圆周上安排30度的相移。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将直径更改为正确的尺寸，以使这个神圣的符号成为干扰的结果。这是著名的阴阳符号。如果将相移变大，例如60度，并且相应的改变直径，则干涉图案的结果将是一个十字记号。请注意，符号位于原系统内。120度的相移会导致出现双十字记号。这样的十字线是外部的，因为其光线位于振荡器系统之外。为了获得阴阳效应，必须观察系统中光源的两倍波长与光源所在源的直径之间的比率。该比率是 1.618。对于十字记号 1.618 是光源系统的直径与它们发出的波长的比率。也就是说，对于阴、阳和十字都有一个黄金部分，有时被称为神圣和谐。无论是巧合、常规模式都由您决定。
关于波浪计算器程序的几句话。这部电影只显示了其能力的一小部分，没有人看到过这种通过干扰产生的效果的例子。这种效果被称为轮回之轮。该程序一直在于作为学校的教育工具、大学和研究实验室。该程序是用于可视化各项同性介质中正在研究的波现象的有用工具。